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日本杰尼斯男团 SnowMan 确定退出31日的红白歌唱大赛。该团27岁成员宫管良太日前感染新冠肺炎，其他8成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，和卫生单位讨论后的结果确定辞去演出。成员宫管良太染疫，杰尼斯男团 SnowMan 31日退出跨年红白演出。图翻社自官网。据杰尼斯事务所发表声明， SnowMan 原本代表白组表演，然而日前定期接受 PCR 筛检结果发现宫管良太确诊，其余8成员虽然检验呈阴性反应，全员目前则是隔离观察2星期。而此次是该团首度在红白演出，最后仍是无缘登台，而且年底和明年初的活动也全数取消。 SnowMan 原本红白要和红组的天童方美合体，并在歌手演唱时表演拿手特技腹肌太鼓，团员需半裸上身打太鼓，是当晚节目的一大看点。如今少了一个看点，观众虽然感到遗憾，仍支持偶像的决定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